哎呦，再来闪电二连，这边是给上了一个，给上了一个点燃，在打一个电浆，还是最后一发平 A。艾博一拿到这个人头，哎呦，好果断这边，但上路这边也被抓到了，鳄鱼上来咬住，盘成盖道，伤害直接叠死。有机会直接来送小龙，勾下勾到，再回头，这边行是二连打了一套，防止对面输出自己的 ADC。德言这个血量看起来也不太支持他进去反野，只是在这控下河蟹。反正是把乐言的节奏很舒服啊，来看一下要不要被一梦推到闪现，这边直接大招无尽闪现的一勾，米奇留了下来，看一下这个人头应该是可以让一梦拿下，进来插野，两边上路对拼一波都是有大招的，都不着急开，两边征服者都叠满 Q 好像有想法， Q 一上来156，我觉得这个先锋 W 可以选择给下路或者中路，因为给鳄鱼的话其实意义不是很大。嗯，这把还是要双 C 肥啊，有人在反蹲这个位置，横来了二连，不过旁边推回来，悲伤并不能阻止对手，一梦还差一下，哎，双方进行了一个互换，所以还是让风风给推了回去，然后再加上点燃，这边是 Missing 也要出击了，海哥是闪现接一个大招，抬起来再一下平 A， 但这边 Q 平 A， 他的 QA 出的有一点点晚，是没有倒钩回来的。刚刚 Missing 好像有点小失误，没有 A 出来，哎，二连打一套，悲伤叫闪现直接回塔下。与同时，上路对拼两边都是开了一波大招。Q 还想打，有大灭时间。悲伤先把眼给排掉，这边应该是准备来控小龙，但是先锋并没有先放中路。啊，也不想给了。哎，这个勾墙，再被二连顶了起来。后面没有输出，小乐言只能上去控一个河蟹了。哎，流沙一推一下，推过来，推到一梦，一梦交了一个闪现，但是这边二连起来了，后面有非常多的输出跟上，回头一个大招。但是并不能打到小乐言多少血量，因为要比旧梦更强一点。这一波看起来 R 准备想用动下路的，后面好像有掩位 TP 过来，这边 TP 过来是一个沙皇，二连顶一下，旧梦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交出了一个大招，但闪现感觉可以不用交了，因为这个位置肯定走不掉，后面拿到这个人头， Q 位置开了一个大灭下来，这一波再踢下来的话，鳄鱼感觉自己也走不掉，又被沙皇给吹了一下，那这样一波打下来，虽然打了一个辛德拉发育补肥，而且侠的发育也受阻，看这波二连，当这一波旧梦交出大招的时候，而后面亮了一个 TP 出来，他已经可以不用交闪现了。而且这踢下来的鳄鱼位置也比较差呀，直接被五个人包围。科学战斧回了一大口，看起来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没有队友。而且这个得让旧梦拿点人头啊，旧梦这把的发育真的有点差。海克斯闪这个位置牛牛下来，看要找谁。这边顶一下是逼出了一个旧梦的闪现，而正面战场上这边 Missy 的状态不是特别好，自己回头勾一下又勾到墙壁，艾博直接飞过来打呼吸哥鳄鱼，哇，咳血加 Q 吸了一口，但是这里推一下推过来两个人，回头一个漫天飞雨，不过旧梦还没有时间拉到钩，这个弹弓拉的有一点点早，不过还是把沙皇给击杀掉了，这一波是让 Bray 啊，这边是让悲伤拿到一个终结人头，扛太多伤害了，对，所有人都在打鳄鱼，但鳄鱼就是硬顶顶住了，第一时间上去刚好是被推了一下，旧梦也拿自己的闪现躲开了牛头的二连，并且第一时间W的位置撤得特别好，看这个鳄鱼 RA 双 C 都在打，但这边一个红怒 Q 是吸了起来，虽然这个推的不错，但是关键时刻旧梦也是用自己大招躲掉了这个金之墙，如果没有躲掉的话，旧梦被推回来的还不好说。哎呦，这波旧梦一直在输出啊，先要推吗？ RA 所有人往前踢，两边上单也是赶到了河道附近，海克斯闪大招，这边给的是谁？给的是沙皇，沙皇跑得非常的快，一个流沙音直接走掉，而两边上单开个大面继续跑，这把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。看看这波第一视角，虚空锁敌过来直接闪现左推，而且这个赢的几率太低了 ，AD 没有补装备的，先开乐言，乐言交出一个闪现往后拉，偏出泰坦大招。这波旧梦是没补装备的，二连顶一下，旧梦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交一个大招，交给闪现往后拉一下，自己虽然没有死，但是队友都被推了回来，他的输出环境不是特别好，又被拍了一下，往后拉，乐言还有最后一丝血，拍晕，再 A 一下，乐言虽然最后被换掉，但是正面团战 RA 已经取得了胜利，这边悲伤也要被收掉，不过上面鳄鱼是收掉了 ，Highboy 还在追牛牛，不过这个 Cube、大灭过来了。双方进行一波三换三，锁链拉回来，感觉这边呼吸哥也有点难跑啊，有闪现什么都交，还不交，还要等，交个一穿一下，哎，再一个 Q， 但是没有抽到，短了一点，说实话没办法，直接被牛头闪现二连逼出大招之后，不太敢继续的打输出了，嗯，这边看一下，哎，刚好一个蓝色视频扫到了，打的好果断，过来打一套，
而在正面战场，这位 Breeze 开了一个大招过去逼退了 iBoy， 这也是左边发育最肥的一个点。Fofo 也是一直跟着自己的上单去追击对面。W 虽然有意识，知道自己应该保护旧梦的一个输出环境，但确实没有办法。哎，大黄星陨下来要飞哪儿？直接飞龙坑里面走。无敌拿到了，雷让雷拿了下来，而且旁边牛牛和泰坦虽然纠缠了一下，先顶把鳄鱼给顶走，鳄鱼再进到旧梦直接秒掉了。而且后面 iBoy 飞到后排顶无压力的一个输出，虽然 Breeze 一个打出一个血手，再打出一个科技战，一个打四个鳄鱼可以吗？不行了，顶不住，输出太高，就还在继续追。虽然他吸了很多血，虽然他很肉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办法，因为自己输出确实不太足够问题吧。感觉如果这把旧梦人头多拿点的话，说不定会好很多。推和中路推还有两个外场，大黄星陨落下来。我们看旧梦这波没有大招，没有双招，他的位置其实非常尴尬。哎，然后忽然，哎呦，行的这个牛头太顶了。然后 Fofo 的进场也很帅，直接推四个。虽然我们看 Breeze 真的作战能力非常的强，输出很高，而且自己也挺肉，牛头一勾，但是被 iBoy 灵活的走位给躲掉了。这个塔的血量掉得很快，潘森大黄星陨要往哪儿飞？飞得比较近啊，这其实有点立定跳远的意思。但说实话，往后飞的话自己可能要撅。但是往前飞，这边队友抬不起来，也抬不起来。对，也是被打了一套，打了一个半血，很嚣张，上去拍一下，没问题。Q5在上面开了一个大招，一定要打两个吗？剑魔这个时候的装备感觉是有机会支撑他打两个，可以下来了，算了，很稳健。那这样的话，阿 A 可以直接推上个水晶，水晶还想开，直接被沙王戳到一个半血。好，在这里做一个小兵指挥官，挡在小 iBoy 前面。哎，这给推到了乐言，但是乐言还是很肉的，而且你真的杀了一个打野没什么太大作用，因为现在外面没有什么远古资源。哎，后面有个绕后，鳄鱼绕后，但是这个位置有个塔呀，这就很尴尬了，这自己还要被留住吗？好像过来了，直接 Q 闪再顶回来 ，Q 闪顶回来，这个位置大黄星陨下来要救一下自己上单，但是。看一下这一波输出完全不够啊，就我输出不到自己前输出不到对面的一个后排，一波开了一个金身结束闪现逃跑。哎，这边把小乐言给切死了，感觉 RA 打得有一点点上头，不过明显会不会被面具烫死，烫死了Fofo这个大面具立功，那 RA 这波回家补给一下，直接吃大龙就可以了。团战的回放，这把行的牛头确实打得还可以啊，很果断，几波开团，这不也是把呼吸哥留在塔下，然后乐言在前面晕一下晕一下，其实他也没多少输出，但是就是给对面压力很大。哎，这波说实话乐言有点狂，就硬扛，不是他的输出装了，而是他穿甲，有点危险，要被留下来。 Q 没有过到墙，那这边被乌迪尔留了下来，牛头直接去后面断后面了，想预留。iBoy 一个极限距离是没有飞到旧梦的，哎，直接飞进来，这边要打旧梦，旧梦还要做一次结，掉了一个闪现往后走，在旁边新拉的大招也是被金身给规避了一下，这样一来，一梦开几个金身自己应该是走不掉了。这边上乐言拿下人头，上路兵线高也是涌进了 W 的高地，进入这波兵线，二人应该能够一波结束比赛。兵线推进来，这边前面 Q 波刷一刷伤害，已经没有办法了。哎，不过自己好像有点点危险，往后拉扯一下。闪现 Q， 旧梦的血量下得非常低，赶紧回到泉水之内。那我们应该也是可以恭喜 RA 获得 BO3 的第一局胜利。